是让你身体健康？应该就是自己的生活的有一些自己要过得去。我就是真的不是很爱吃甜的东西，那朋友生日呢都一定有很棒的蛋糕，那不吃要不然我就会一点点意识。但我就是当你在照顾自己的时候不是很勉强的话，可能会身体免疫力就会比较 OK 一点。就是你一直勉强自己的时候，然后很多事情过不去的时候，久了它就萦在心里，它就影响你的生理跟心理，然后就影响到那个身体。很可能你觉得没事，我已经 OK 了，我已经面对了，但你内心某块还是没有办法，那都可能要时间吧。那重点就真的有时候记性不要太好。在平常饮食上会有些限制吗？甜食还有我喝饮料，我几乎不太喝甜的饮料。我一年看会不会只喝一次可乐，就平常就不爱啊。啊，什么奶茶、珍珠呢，都赚不到我的钱，我就是不太喜欢。但我吃白饭，白饭其实有些是好的淀粉。但我可能面包跟面白饭我会选白饭，包括去滚烫啊，像我们要工作人我就白饭，然后一定要有一点油，比如说像加拿大偶尔这个迪卡红烧，那很下饭是可以。之前大家都知道嘛，就是晚上小酌一下，日本人都很喜欢吃完就喝点热汤嘛 ending 对不对？那我就是其实觉得很开心，又觉得自己喝的这样很不想煮东西来吃，那我就叫新美煮给我吃。那一阵子他都叫，那店员就打电话来说在干嘛，我说在家，他说我要吃面，好吧我就煮给你吃。然后呢后来我就会提醒我自己，就是说以后我要是10点以后打电话你就不要接，呵他就不接。有一次我提早9点他就接，啊你怎么你这么早？那有没有吃过那种觉得哎这个好像还好，就下次不要再点餐？你说煮了不是很好，我跟你喝醉了什么都好。